来到金牌外婆家，这里给予每个客人视觉上的极致享受，唯美的室内设计，宽敞的用餐空间，加上如外婆手一般的料理美味，兼顾了视觉与味觉。而优雅料理如外婆文火牛肉，用微弱的火细细的将牛肉慢慢烤熟，除了吃到牛肉的鲜，也体验了这独特烹调技巧的厉害。另一道外婆豉油虾，运用店家特制老抽爆炒而成，色泽鲜美，咸而不腻。而外婆烧饼则综合了北方烧饼的特色，酥酥脆脆，口感扎实，来外婆家吃饭的人都会有种被外婆疼爱的幸福感。